快走快走，找了2天，终于让我找到一个人少鱼多的地方啊！这地方一定要小心一点，就没有咱钓鱼人去不了的地方。过了这个高速就到了啊！就这条小河啊，昨天有钓友跟我说，这条河里面这个鲫鱼都成灾了，鱼比人都多。OK OK， 就这里了，对着那个高速桥。嗯？怎么有个书包，还有一双儿童鞋？算了算了，别想那么多了。先把这根3米6的给它搞里头啊，等会儿挂玉米。这个老谭填出玉米，就给它打在长杆那个位置啊，看能不能守一条鲤鱼。这个长杆咱们就直接挂玉米，给它抛里头，放在这里就不管了。先把咱们这个地狱猫给它开了。2米4的小杆子咱们就不打窝了，直接抽钓鲫鱼。抽它，咖喱头。今天又起了个大早，先吃饭啊。哇，这么烫。来了，来，这么快，才抽了没几杆就来了。这开杆鱼个头还不小，收下。有口我就不怕，呵呵，再来。这根3米6的大长杆，时间也不短了，重新换一颗玉米。咖喱头，看能不能守一条鲤鱼啊，大哥。来，中，嘿嘿。不大啊，这小鲫鱼。又来吗？等一等啊，来，又来一条小鲫瓜，进去吧你。来，再中。这边这个口倒挺快。这小鲫鱼不大啊。哎呦嘿，兄弟，给你机会你不中。哎呦，没跑没跑，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，兄弟。哪里跑？又来，又给上了，来，哟，哇，这条可以，这条不小啊，这个都可以收下。又来，又来，来，哇，终于给我换了一个品种啊，省得你们再说这鱼是我放的。来，再中，这地方这个鱼也太多了。嗯，这条不小啊，拿来吧你。哟，太小了，放生。哎呦我的妈！来，再中。哟，这条可以吧？哇，这条有劲儿啊，这条大。终于给我来条像样的了，哈哈。来，再中。嗯，这手感简直不要太爽。这条也还行啊，小板子，进去吧你。又来又来，这鱼可真不少啊。这地方这根本拉不完呀。又来又来，来，太暴躁了。鱼不少，就是这个个体不大。来，再中。太多了，哎，又是一条小奶鲫，算了，不整了，不整了，不整了，收了啊！看一下鱼货，这边这个鱼确实不少，一会儿钓了一小盆，但是这个个头确实太小了，像这种就算是稍微大一点的了，没有太大的，看这个个头，哎呀，确实挑不出来几条。看，还有这条，实在是太小了，
算了算了，不整了，收了收了。